得到林干国宝因为木雕大师蔡德泰40多年来的时间坚持木雕工艺传承，那创作真侪充满生命力的作品，搁得到这项荣誉。李老师也会将继续努力，将工艺传承给弟子，将这项工艺继续保存落来。看完世间真个每一个作品，经过蔡德泰老师的双手甲想法，予作品有生命力。伫创作过程当中，经过许多考验，每一个作品拢成功展现伊个价值。另外，文化部历经个公告，增加八位林干国宝个奖项，蔡德泰老师就是其中一位传统工艺师。而且加上我们这些雕刻图啊，你要有办法说你经验够，你经验够，你做过初胚，你才知道说那个空间感、那个高低，你要如何去设计，这个每一张图在画出来的当下，都是曾经都设计好了，哪一个景物它要放在低点，哪一个景物要放在高点，就是经过想象过了，经过设计好。所以雕刻图不好画，目前我知道在台湾，你说真正懂得雕刻图有没有几个？真的没几个，因为一般彩绘师他不可能考量到这些了。你用他的图，但是你要在家里编辑。在雕刻过程当中，蔡德泰老师对每一个细节拢无马虎，对作品的品质相当要求。因为伊希望家己伫百年以后会当透过作品，互后辈看到传统工艺定型的手法。只是时代转变快速，传统工艺愈来愈少人投入，因此蔡德泰特别收一位徒弟，希望培育后一代人才，将珍贵的工艺技术传承落去。做这种东西，你技术性要够。所以这种像目前。你现在目前老匠师哈，你要找技术性够的，真的越来越少。对啊。大部分有一些都退休了，然后凋零的凋零。对。所以现在这个。不然就看那个传没有传承。所以有些部分，有些时候我在做这些东西啊，有时候你知道你用心在哪一个点，你用多少心，有时候你舍不得卖。真的会这样吗？如果你真的很用心在处理做一件东西，你有时候你会舍不得卖，那不是钱的问题，因为你不可能再重复再做一样的东西，因为心那一个心会耗落，精神会耗落，所以这种东西手工就是，我要懂二点啊，就是做下来，我要老做下来。核酸林干国宝蔡德泰用45年的生命钻研雕刻，为寺庙装饰到古迹修复，一步一脚印，慢慢累积经验，用生命打造一件一件出色的作品。期盼传统目标的工艺之美，会当透过蔡德泰老师的作品继续传承落去。记者陈林佳怡，安南区采访报道。